家好，我是刘姐。因为今天是农历的10月15啊，然后我去四马路的观音庙拜了一下观音娘娘啊，然后我就觉得太早了起床，因为是中班嘛，所以我就坐了地铁两站到了这个金沙这边。然后说心里话是穷得瑟，饭都快吃不上的人，只是看到这么多圣诞树啊，因为也是他们这外国的新年，好像西方的，然后在这里东看看西拍拍，心情还是好很多。所以呢，就是也在这里呢跟大家去聊一聊吧，就是平时我都是晚上拍那个金沙灯光秀啊什么的，今天白天带大家看一下吧，也带大家散一散心，看一看这个金沙。不过我也说明啊，那个赌场我是开的，我没有进去啊，费事很多人又说我是赌了负债的只是顺便路过看一看。花开花时